小红，你先坐，我把衣服放进洗衣机里就过来。好。你真勤快。哎，我也没办法呀，要是我不做就没人帮我做家务了。你们家谁做家务呀？我们家是分工的，我老公负责买菜、烧饭、烧菜、洗碗，我负责扫地、拖地、洗衣服，剩下的就谁有时间谁做。哇，这样真好，我一个人住，所有的家务都要自己做，有时候上完班回到家好累，一点都不想动。是啊，上完班回到家就真的没有时间再烧饭了。那你吃饭怎么办呀？我基本上都是点外卖或者吃方便面。哎，真是太不容易了。是啊，周末我会自己在家做饭，吃一顿丰盛一点的大餐，但是我不喜欢做饭，我觉得好烦，每次做完饭还要洗碗，这就更烦了。我可以理解，我也很讨厌洗碗，所以我都让老公洗，他说他喜欢洗碗，他洗碗的时候很放松，不用想别的事情。那我可不可以把我的碗都存起来让他洗啊？哈，那等他回来你跟他商量商量。小红，你先坐，我把衣服放进洗衣机里就过来。好。你真勤快。哎，我也没办法呀，要是我不做就没人帮我做家务了。你们家谁做家务呀？我们家是分工的，我老公负责买菜、烧饭、烧菜、洗碗，我负责扫地、拖地、洗衣服，剩下的就谁有时间谁做。哇，这样真好，我一个人住，所有的家务都要自己做，有时候上完班回到家好累，一点都不想动。是啊，上完班回到家就真的没有时间再烧饭了。那你吃饭怎么办呀？我基本上都是点外卖或者吃方便面。哎，真是太不容易了。是啊，周末我会自己在家做饭，吃一顿丰盛一点的大餐，但是我不喜欢做饭，我觉得好烦，每次做完饭还要洗碗，这就更烦了。我可以理解，我也很讨厌洗碗，所以我都让老公洗，他说他喜欢洗碗，他洗碗的时候很放松，不用想别的事情。那我可不可以把我的碗都存起来让他洗啊？哈，那等他回来你跟他商量商量。